么，就是感觉氛围到了。怎么样？手摸上去。女生的嘴唇比较软。第一次吗？不是，因为她很喜欢强吻我，强吻我。强吻。她的身体就是一座草莓园。那我们冬天要种什么呢？种草莓。全曝光，文娇四年的男友雷诺22日出席活动，更语出惊人，喊话冬天要返乡种草莓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很久没有被种草莓，呼唤吗？我觉得他在招，我觉得他是女巫哎。11月就大湖啊，大湖不是草莓，对啦，草莓是。对，可是你刚刚是比伯对啊。你有多久没有被种草莓？对，看你们，我喜欢种草莓，我喜欢吃草莓，可以接受另外一半种草莓在你身上。任何地方都可以，我相信他应该任何地方都可以。他的身体就是一座草莓园。不意外太棒。那你对他男友评价是什么？你对我男友很有兴趣。你会希望你赶快结婚吗？我回去问问他。你没有问过，你没有问过，怎么问？他先顺其自然。上次跟聊英语。对哈，我快忘记，很软，是突然亲的吗？对，突然。他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是感觉氛围到了，然后也很久没见，就代表就讲说用最直接的方式，用直接的方式口对口的勾呼吸，如何？感觉如何？因为他有吓到，我自己也被我的反射动作吓到。怎么样？手摸上去，女生的嘴唇比较软，第一次哇。亲到女生，这么控激情的，不是，是谁？还有你呢？因为他很喜欢强吻我，强吻，很开心的，他就会强吻我，然后在看着你，我们。